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106年劳工之星歌唱大赛的代言人贾子慧，很开心在记者会之后又在网络上跟大家见面喽。听说今年的报名非常的踊跃，还在犹豫要不要报名的朋友，不要再隐藏你们的实力喽，站上劳工之星的舞台，尽情挥洒你们的歌星哦。大家在练歌之余呢，也请多多支持子慧这次的最新专辑《青春吧》，我们决赛见，加油！